父王要你随政，而且还改了你的官职，命你为行军司马。从这刻起，你便不再是我的属臣了。 活着回来！你别看我生了俩孩子，武功可不减当年。试试。我打不过你，你穿甲做什么？跟你去战场。孩子们呢？安顿好了。不行，我是一家之主。